车，又要带你妈追着打几条街。一个个都在复习，学习能力差的人才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复习呢。像我这种学习能力好的，考试前随便复习一下就行。姐妹们，今天的李牛牛太强了，是十国的，难道我这么认真在复习？你这头牛简直在烦我！要不怎么说你们学习能力不好呢？还拿分都不懂，我看肯定是玩不赢，怕输才敢跟我玩的吧？跟他拼了，拼就拼！开始了，拍拍拍拿放，拍拿放拍拿放，拍拍桌拍拿放，拍拍桌桌拍拿放，拍拿放拍拍拿放，拍拍拿放放放，拍拍拿放拍拿放，拍桌拿放桌拿放，烦死了。李妞妞要是拿这种精神来学习，也不会是个学渣了。现在我们来划第二单元的重点。李妞妞马上就期末考试了，你不好好学习，还有心思在这偷偷喝可乐？你给我站起来！老师，我没喝可乐，盖子都没开过呢。不该，这下被老师抓包了吧？自求多福吧，李妞妞。没喝？那你偷偷摸摸拿着可乐在课堂上干嘛呢？我是拿可乐练习拍拿放，拍拿放你知道吗？老师，我苦练了好多天，差一点就要成功了。这是能跟老师说的吗？王老师肯定大发火，牛牛就等着倒霉吧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牛牛同学坚持学习拍拿放的精神很值得夸奖。老师你说什么？我是说放学别走，老师要奖励你这么坚持不懈地做一件事情。哪里？听到没？我的努力把老师都感动了，要奖励我呢。放学的时候，老师，这个榴莲不能拿来拍拿放啊！哎，这话就错了。你都努力练习这么久了，还怕这点小困难？既然这是你喜欢的，老师陪你开始。哎呦！是得赶紧走，我可不想被王老师抓着一起给查。老王果然是个